没错，今天好玩的游戏，咱们的升空之眼终于一周年啦！老实讲，福利真的送的非常的多。首先最重要的啦，先不演了啦，好不好？直接给你们信件打开就知道了。一周年纪念礼物，超级屌！你说的没错，升空之眼在这个一周年的时候，直接送了我们这一个 S 级修正者的自选券啦。然后好像能选到 2.2 版本之前，还是我记得 2.2 吧？ 2.2 版本之前的包括限定的。修正者都可以直接自选，除了有我们这个 S 级修正者可以自选之外，还有这个最初的羁绊。生物界也非常感谢各位这 一年以来的支持，所以会有送这个2000颗熟头，而2000颗熟头等于10抽啦。你们圆满了吗？不，这里再送一抽，所以是11抽，以及一周年庆典惊喜之力，这里再送10抽。然后还有一些养成福利啦，养成福利大概就是送，比如说盒子啦，一些什么经验书之类的，就是让。不管是新玩家啦，还是回归玩家，可以更快的练好你的角色。那我们一周年除了有刚刚那些好看的东西之外，那这边再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这次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，还有全新的角色。OK， 首先先跟大家讲的是，我们这一次推出的全新的角色是这一位镜花环拳伊邪那美。因为我看鹿榜的评价，这次好像也还是算 T1 吧，毕竟是周年角色，所以强度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这一次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，就是这个自选 UP 池，你一样是使用游戏里面的这个限定券来抽，但毕竟因为这次是一周年嘛，所以可能想让一些这个新玩家或者是老玩家，当初如果你某些角色没有补到的话，你可以这边直接选择你想要角色来去抽它。这个我也觉得蛮屌的，这只蛮推的，诚心灵光，这只放到现在强度还是非常非常不错，重点是很大，而且它还有一个这个造型啊。明白了吧？话不用讲多，我这边就先跟那个我的好妈姐，放我等等先来连线一下。今天要跟他比高欧菲大战了，输了我有惩罚哦。啊，兄弟，有声音吗？哇，我耳朵爆了，等一下。真的假的？兄弟，我们这一次我先讲一下，就是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跟我们的好兄弟大王一起进行欧菲大战嘛，然后其实除了欧菲大战之外呢，我还会跟他再进行一个不心动挑战。然后这个不心动挑战呢，就是我这边有特别为了这次的挑战，然后我去买了一个可以测量心跳的手表啊，没办法及时的给观众看啊，不过我现在平均值100，但是如果等一下我看了你给我展示的几个皮肤，你总共有三次机会，三次如果我心率都没有动的话，那就算是我挑战成功，如果动的话呢，就是我挑战失败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会跟大王 PK， 谁抽到的限定角比较多，在300抽之内。然后如果我们在300抽之内有一个人先达到抽到5个限定角的话，那他就直接胜利。OK。然后输的一方，我们有个很刺激的赌注。什么赌注？就是我对这个赌注呢，就是我们输的那个人要帮赢的人抽出下一次他想要弄的一番赏。你说哦这么硬哦？哦，你说那个任何一只都可以，任何一只不限定，你只要有一番赏出的是输家，就都是要帮赢家去抽出来。那我问一下，假设一番赏还有 A B C D 大奖，那我可以指定 A 啊？你抽到 B C D 不算啊，还要再给我吗？对，还是要给你 A 啊？甚至如果这是假的、啊，如果那么奇葩要抽最后赏的话，我也要帮你抽出来。没有啦，最后赏太奇葩了。OK， 来，那我们拉喽。好。哎！哎呀，没事，等等就有漂亮的金光了。哇，真的刺激！对，这个肯定刺激。有变七抽吗？对啊，不过还是你刚好偷抽。没有，因为我这个是上次的，因为这个游戏保底可以留到下次。我有电七抽。哦，那没关系啊，那个我七次让你啦。哦，真的假的、啊？哦哟，为什么是因为我其实对于上次有点歉意，就是我上次把你献祭掉，在有一次我抽卡的时候，而且我每次被你献祭都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都有人来告状我说，火哥又拿你的阳寿在宵夜战干嘛的？没事，前面 peace 点，前面 peace 点，干嘛？那我感觉，谁跟你 peace 啊？嚯！哎，谁跟你 peace？ 我出金啦！真假？真的假的？喂！我已经垫了一个小保底了。哎呦，很紫哦，老兄。我操！阿火，我是鬼。为什么？不要啦！开始我笑
大宝了，一定命中啊，老兄！黄泉一血娜美三十抽，先来一只，太神啦！好，我这边消一下业障，因为这游戏出金率是0.88，我刚刚是超猛，0.88连续两次，对我是跟鬼一样。哎、欸，没有0.88，一点六，说错，1.6。哦，1.6%连续两次也很高啊，也是很猛。其实这个游戏要保底没那么容易啊，应该1.6%已经蛮高的。来，哦啊，我好像。我有300内可以五只哎，会赢哦，会赢哦！哇，别歪别歪，碎啦！阿火，哇！我觉得我这边要忏悔一下，对不起大王，我给你忏悔，我不应该每一次我抽卡不愉快的时候，都看着你的影片一边笑一边抽，然后后悔。妈的，每次还加每次，你这个不要脸家伙！没事，我有机会可以追上的。我有机会可以追上的。第六次，好，你要保底了啦。可以。兄弟，我。啊你怎么还是紫色的？我看一下有没有精准命中吗？啊！该歪了。哎、欸，兄弟，哇，这个1/2的几率真是好命中啊！阿火。哎、欸，我们才60抽哎。哎呀，我冷静一下，我消炎。来，你这个保底。我看你修保底一定第一只，没问题。哎，追上一只，各位追上一只。你知道最怕的什么吗？就是这只你又歪了。不会，不会，没事，没事。来，对我只要在接下来的70抽连抽到三只就好了。对，而且你刚才这波保底，你看你左下角有个2，你是第68抽的时候出的。你安慰到我。对对对，謝謝，所以你不是保底，你很棒。You very good. I'm very good. 来下一个。来，走起。哎呦哎、欸，你秀起来嘞、欸！来，谢谢谢谢，来有啦老哥，因为这个游戏有小大宝机制，只要你第一只歪了，下一只出现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几个几个几个，哎呦，好亮的颜色，阿火，哇，好漂亮的呢、欸！第四只，各位观众，哎、欸，不亏，这只我很喜欢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来 ，Let's go。哎呦，哇！兄弟、啊，我的金色就是这么有料。公子师叔在帮你呀、啊，是之了。师叔在帮你呀、啊。我现在如果就算再衰，好不好？我131抽一定会有第五支。你今天大王可以在130抽数次之我，为什么不行？哎、欸，前后颠倒、啊。哎、欸，对，我刚好134支，哎，那轮到你了吧？對今天来，你下个十连一定是快乐的。好，我们一起快乐吧。哎、欸，你有快乐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保底。然后我先看你秀。我这边可以追到一只，我这边一定可以追一只。来吧。怎么说，老哥？哎呦，有哎、欸。嗯，我的颜色开始没这么漂亮了。没事，你开始立那个耐切了。哎、欸，但没关系，我觉得我耐切也没关系，我用走的走到终点也可以。没事，我现在精神状况还在。哎、欸，可以的。哎、欸，我好像有点漂亮哎、欸，好像有可能。要那个了，阿火，好像有可能要、要那个了，会吧？哎、欸，我们才抽几抽啊？我不知道，我等等算一下。来，有个流星掉下来就讲，哎、啊怎么你这是？可以，我真的三蛋黄。对你三蛋黄全都没歪，你就赢了。三蛋黄给个奇迹吧，拜托。秀起来了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如何？会吗？哎呦， yes, 哇！ Okay, 再次。哦，没事没事，还能起舞，还能起舞。好像我们已经抽230了，这240了。对，而且你再两个十抽就结束了。没错，那兄弟紧张咯，我这个如果是票，哎，还没，你这个要赢我，你下个十连的前面五抽要两只一血娜美，你就获胜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讲的像跟吃饭一样简单，谢喽。再见啦，兄弟！一番手，哇，这个金光就是这么的漂亮！恭喜你，兄弟！下一次一番场我包了。下一次 OK， 那这个我等等去上网查一下，我晚点贴给你。我想哪一个？你有没有需要再冷静一下？我觉得有哎、欸，不是，如果你就仔细想，你已经确定你要帮一个人一番场包到了，这套冷静。好，那我第一个先来，伤害不大的啦。我先来一个简单的，伤害不大是不是？对，我先来一个简单的。OK OK，
我现在心率是109，不然我们比109高，我就算输，好不好？109，好，没问题。阿火，你有没有生病？我没有生病。你没有生病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什么？生病？阿火，怎么了？行不行？帮你打针。你有办法把它拉更大吗？哦，拉更大，可以啊。这其实，我必须要讲，这是真的有点。你说拉更大吗？哇，这个摄影师必须给鸡腿啊！你说拉更大吗？没有没有，我现在没有变。真的假的？你那么稳哦！给你个宽容，95以上，95以上了。好啊、兄弟，下一个我得跟你说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Okay.来喽！不要放你的脸哦，我觉得我应该心跳会停下来。来喽，来喽，要来喽，兄弟！来喽！来！这是什么意思？压嘞，压嘞！哦，我心跳！我刚刚心跳从98直接跳到100多。你要仔细看一下，这个眼镜仔真的超帅啊！哇，长得好像你哦！乱讲！我现在心跳120几，120，我操！你看难道120？啊！刚刚那个护士，你降到90几，这个时间点，大家只要是新入坑或者回锅，马上就可以有这里2000颗石头，再加200，总共11抽，以及1周年庆典仅仅之礼的10连抽。所以你现在只要进来玩，不管你的新玩家的回锅，都可以先马上拿到21抽。还有一个更猛的，阿火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哦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1周年纪念礼物，自选想要的 S 级修正者。超级猛，好啊，那我真的期待下次我们的见面啦。好啦，那再跟你约，我再想一下我要抽什么。可以，没问题，这再随时约就好，随时约就好。Okay 啊、然后我们可以再拍一个一起出去抽卡的影片。好啊，好啊，没问题。好，那等等就回到我们各自的单人时间吧。好，那我们这次深空这一周年就谢谢阿火啦，谢谢放火，也谢谢大碗。OK， 拜拜。好，拜拜。